这到底是什么毒啊？已查遍所有易经，毫无收获。小公鸡，你怎么来了？原来是你给大公鸡跑腿，让我看看他说什么了。师傅。这里还有一封信呢。宫门之外，什么意思啊？你师父的意思是，让我们带皇子出宫？我还是觉得不稳妥。你师父能治小荣王，那为何不进宫来诊治呢？需要什么，运来便是。何必偷运小皇子出宫呢？我师父说了，小柔王那是母胎中毒，按天命来说是没得解了。但是网上的山顶有一眼药泉，如果配合药泉的水进行药浴的话，或许还能一试。我没那个本事把整个网山都搬过了吧？可还是太冒险了。万一小柔王有个什么闪失，我如何向我顾母交代？你现在最应该担心的是如何面对皇上，以及你的脑袋如何安稳地长在你的脖子上。阿玉说的没错，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条路，就应该要想好这样的后果。主要是现在小荣王身子太差，我怕我姑母是不会同意的。本宫同意。姑母，玉儿病重多年，且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与其让她遭受着无尽的痛苦，倒不如放手一搏，说不定真能搏出一条活路来。我还以为贵妃心疼小殿下，势必会阻拦呢。玉儿病重，她能依靠的只有我这个母妃，若此刻我还犹豫不决，那谁还能救她呢？姑母请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鱼儿的。嗯。鱼儿乖，不要怕，你是我大齐唯一的皇子，也是母妃心中最勇敢的孩子。过了这一关，我们便赢了，知道吗？知道了，母妃。鱼儿不怕，鱼儿肯定能活过来。快快长大，以后保护母妃。乖。那就拜托你们了。贵妃放心，只要我沈玉尚存一丝气息，就绝对不会让小殿下出任何差池。周月也愿意以命相护，将小荣王平安带回。我说东家，你好歹是个藩王，这平日里跑腿送差的事儿不都是我来吗？怎么这次你要亲自前往？有何不可？倒也没什么，明白的呢知道你是念及沈师父当年治好了您的眼疾，这不知情的还以为您是在护送丈母娘呢，这一路鞍前马后。闭嘴。沈师傅，没事吧？这点波折算得了什么？慢些。真没事儿。
眉毛乌黑，但暗哑稀疏，证明气血尚可，但休息不足。饮食主气血，吃得不错，多半是官家豢养的杀手。瞳孔微缩，气轮通红，典型的藏造精技所致。一般杀手达不到这种程度，应是死士。皇族豢养居多，肤色黑亮，颧骨发干，居住地势较高，风邪克于腠理，还未生黑斑，应是来自西南一带。西南之地豢养死士的皇族，殿下你宁王不睦，这都能看出来。沈师傅，你是仙人吧？沈师傅，我去把他们埋了，以免暴露踪迹。我没杀他们，半个时辰之后银针会自动脱落，且有清肝明目、醒脑提神之效。果然是仙人做派啊！瞧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走吧，阿玉还在等我们。不知玉儿此事是否平安抵达？娘娘，贺姑娘突然进宫，说是找到了救治小殿下的方法，正要给小殿下请脉呢。什么？你要干什么？拜见娘娘，臣女找到了救治小殿下的法子，父亲已呈报圣上，圣上也已经首肯了。可是鱼儿现在睡意正浓，无谓现在打扰她。娘娘，兰雅复命而来，还请娘娘不要让兰雅难做啊。贺姑娘，即便你身负皇命，你也是为了给鱼儿调养身体而来，不是吗？那是自然。既然如此，鱼儿已经几日未能安枕，此刻睡意正浓，贺姑娘又为何执意相扰？难道这也是皇命吗？一切自当以小荣王的身体为重了。那本宫就不远送了。小荣王的轮椅一直放在那儿，怎么不见了？小心点啊！去那边看看。小孩，你看什么呢？我在等马车晃动。为何要等马车晃动？马车一晃，帘子便会错出一条缝隙。我便能看看这宫外是不是真如宫女所讲的那般热闹繁华。你从来没有出过宫啊？放心吧，以后会有很多机会可以出宫的。嗯，姐姐，我相信你。果然是他们，我在这盯着，你快回去禀告王爷。是。父亲，刚才暗探传来消息，说高墨他们已经带着小荣王出宫了。这齐瑜果然不在宫中。本王一直以为齐章找的这个江湖医女，就是为了进宫给小荣王治病。如今看来，他们这是一步险棋呀。那小荣王与母腹中毒，若不是宫内无法实施治疗，他们也不会铤而走险。
我这就带人拦住他。敢带皇子出城，我让他们吃不了都是走。放他们走，一个唯一的皇储，一个备受恩宠，他们两个一同出宫，这种机会真是千载难逢啊。父亲英明，此次行动一定要遴选最优秀的死士，做好充分准备，一击即中。这种机会不会再有第二次了。父亲，灵儿私自做主，带了一位朋友给您。正英门门主李简，见过王爷。走。齐上，我师父呢？里面呢？师父，走吧。师父，师父，温度刚好。味道也是我喜欢的。师父，出来吧。我已经不是十二三岁的时候任您戏弄了。跪下。师父，您说您貌若天仙，不是应该更通大些才是吗？您早晚得接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事实啊。再说了，我这么优秀也是您调教出来的呀。你呀，识毒的本事没见长，这贫嘴的本领倒是长进不少嘛。起来。流血了。师父，你又是什么时候下的毒啊？这茶水我连喝都没敢喝。杯子上。您耍赖。师父没教你吗？行走江湖，兵不厌诈。聊得如何呀？阿玉，你怎么流血了？没事儿，就是中了点剧毒，我自己一会儿就能解。中了剧毒？来。哎，习惯了。带他去内堂。是。哥哥抱。来。我要这个哥哥抱。还等什么呢？快带他进来。好。你们两个进来就行，其他人在中厅休息。真麻烦。看病有什么不能看？隐士高人，自当不同寻常。为了小殿下，再忍忍吧。我陪你一起。此话甚好。唐皇，
哥哥别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身为大喜的皇子，小小苦楚就要依靠他人，日后如何撑起万民？好，哥哥不走，让沈师傅给你看病。师傅怎么样？这是陈年雨水，只有它才能将银针上的毒腐蚀下来。沈师傅，这到底是什么毒啊？曼珠藤，生长在西北之巅，能让人五脏六腑化于无形的曼珠藤吗？西北，这种毒会慢慢麻痹人的神经，日积月累，药食无灵，最终窒息而亡。但看起来与暴毙无异，也没有任何中毒迹象。又是西北，当年脉案上记载的毒也是西北，看来的确是贺广有意为之，故意将矛头指向西北。西北之毒，或许当年也是贺广故意栽赃父王。贺广就是个卑鄙小人。贺广？是啊，师父，就是他跟宁王一起联手设计陷害顾家的，现在他已经是太医院院首了，还是不肯罢休，要对小殿下动手。江湖巫医摇身一变也能成为庙堂神医高手，哼，倒是有趣。沈师傅认识贺果？何止认识，哥哥吃。多谢鱼儿。哎呀，都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我看不是，这姓齐的待遇就是不一样。高墨哥哥，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我说的就是你这个小没良心。你知不知道，哥哥一会儿还要去十里外的网山给你挑药泉水呢？那等鱼儿的病情康复，日日给高墨哥哥担药泉水。哥哥还真是没白疼你啊。鱼儿说错什么了吗？没有，小殿下说的特别对，你是个知恩图报的人，高墨哥哥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嗯，莲姐姐她说的是真的吗？啊，是真的。他们欺负我。是是是，你最辛苦了。高墨，我为了你弟弟的事儿把命都差点搭进去了，你总该相信我顾家是无辜的了吧？嗯，那可不好说。你还不相信？小孩不用给他担药泉水了，让他自生自灭去。嗯，你居然还答应。莲姐姐救我。我看今天谁救得了你。好了，阿月，吃饭吧。吃饭吃饭。若沈师傅真能治好小龙王，他便也能够像正常孩子一般肆无忌惮的嬉笑玩闹了。会的，来吃。看得出来齐章对你十分在意，你一个人在京城，若把你交给他，师父我就放心了。我跟他之间隔了太多人和事了。你做事素来果决，敢爱敢恨的，怎么现在面对感情之事变得畏首畏尾起来了？感情二字说起来容易，想要相守却不是两个人心意相通就能够做得到的。
有一个人在意你，愿意保护你，就已经很难得了。如果还要奢望更多的话，那不是太不知足了吗？看来我那个鲁莽冲动的小丫头现在长大了。师傅啊，嗯，经历了这么多人和事啊，我终于明白，人如果一旦只顾着自己的贪图的话，那真的是太自私了。我跟他都要好好的，哪怕只是朋友，我都心满意足了。阿鱼啊，过来给师父抱抱。我都多大了，过来。师父知道，我的阿鱼一定是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的委屈。但不用怕，师父来了。只要师父在，阿鱼什么都不用怕。师父，沈师傅，为什么要在正午的时候啊？现在日头正毒，人都要晒化了。小殿下体内虚火旺盛，正午时分以烈日将其体内毒素顺着阳火逼至百会穴，配上这阳光药泉水，由我亲自施针，才能将毒素引出体内，方可保命。师傅说了，因为这毒素分布不均匀，所以要在百会穴不停地施针，这其中不能有任何的差池，也绝对不能有人打扰。放心吧，我会给沈师傅保驾护航的。小殿下，一会儿医治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如果你觉得难受的话就告诉我好吗？嗯。小孩儿，如果疼的话呢是可以哭的，小孩子哭是不丢人的。哥哥说了，大起的皇子坚韧难摧，我不能哭。沈师傅下针便是。小小年纪倒是有些风范。开始了。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来了。东家在院外布置了机关，看来是有人上钩了。大家小心，保护好鱼儿还有沈师傅。不留活口，杀！这些人真是丧心病狂，连孩子也不放过。这是小殿下的关键时期，千万不能中断。守好这儿。是。小相公。
消失了多年的正英门，曾经第一杀手组织，连皇上都动过招安的心思，现如今怎么混成了宁王的走狗？连江湖势力都用上了，看来宁王是想要小荣王有来无回了。本王岂能如他所愿？第一个灭的就是你们这群旁门左道。你活着回去再说吧。传闻中西北景王锐不可挡，今日所见果然名不虚传。宁王到底许了你什么好处？嫡亲皇子还有藩王都敢杀。正英门是把利刃，只负责收钱杀人，不问雇主，更不问正事。你与其余对我而言只是两条必取的性命而已，没什么特别之处。希望你的本事如同你的嘴巴一样厉害。什么利刃？不过是一群上不得台面的卑劣之徒罢了。你们雍州之主一向都自命清高，看能又怎么样？还不成我正英门刀下之鬼？你什么意思？废话少说，拿命来！说，刚才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当年我父王的死是不是与你们有关？背后雇主究竟是谁？说！正英门门规，绝不出卖雇主。你若不说，我现在就能杀了你。刺杀失败，我劳你动手。沈师傅，怎么样了？最后一针。安山山匪，他们不是被剿灭了吗？怎么又来一群？这些人是谁啊？那小子就是小皇子，抓住他，为我们死去的兄弟们报仇。是。站住！
人呢？跑了。你受伤了？不碍事。你怎么了？不就跑个杀手吗？怎么情绪这么低落啊？我父亲的死可能另有隐情。什么意思？多年前我与我父亲在路经的途中被一伙山匪劫杀，父亲也是因此事而死的。你也知道，我事后不止一次调查那伙山匪，他们就如同人间蒸发一般不见踪影。可就在刚才，我从那正义门口中得知，我父亲的死可能与他们有关。正英门？难道当年老景王不是意外而死，是宁王所为？可宁王与我雍州无冤无仇，当年也没有楚魏之争，他为何要杀害老景王？确实没有理由。可若不是宁王，那还能有谁能对老景王起杀心呢？我猜测，多年前我母亲根本没有死，而是被幽禁在了宫中。我父亲可能就是发现了什么端倪，才造成杀身之祸。你是怀疑皇上能一夜之间让这么庞大的一个江湖组织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世界上能有几人啊？不过这件事情还需要进一步调查。高墨那边怎么样了？鱼儿没事吧？小荣王被山匪劫走了。你说什么？父亲，李简失手了。被抓了？跑了。跑了？什么当时一等一的高手，连个几岁孩子都杀不了，还不是让我去呢？也怪不得他，是突然闯入了一伙山匪，将小荣王劫走了。劫走了？经查，带头之人正是梁安山山匪首领魏良。恭喜王爷啊。你恭什么喜啊，人都丢了。哎呀，世子莫急，那梁安山曾被皇上下令剿灭，对朝廷是怨恨已久。小荣王落在他们手里绝无生还可能，而齐章呢又偷运皇子出宫，亦是自掘坟墓啊。虽然在计划之外，但也是本同莫离。嗯，甚好。对呀，太好了，这两个绊脚石终于除掉了。父亲，我听闻皇上因此病情加重，是否可以趁这个机会进言皇上陛下储君，以免夜长梦多？这倒是个不错的机会。恭喜世子，等了这么多年，机会终于来了。若真有一日荣登大宝，贺王必定追随世子，终冠日月。娘娘，你已经一整日没有进食，凤体有损，奴婢们担待不起啊。我的鱼儿被山匪掳走，你让我有什么胃口吃饭？我的鱼儿，小尚书啊，本王问你，小荣王何时能找到啊？皇上，微臣无能，我们已经出动全城兵力，却丝毫没有找到小荣王的踪迹。众所周知，那梁安山匪凶狠无比，
与我朝廷又有覆灭之仇，只怕小荣王凶多吉少啊。皇上，臣听闻是景王殿下私运小荣王出宫才遭此祸劫，小荣王乃是我大齐唯一的龙脉皇嗣，而景王又在宗室择储之列，此等行为景王是何居心，一目了然。是啊，皇上，诱骗皇嗣出宫是表，争储夺嫡在里呀。此事若不严惩，那么我们大齐皇子岂不成了逆臣贼子的垫脚基石？两位大人所言极是，皇嗣乃一国之本，如今小荣王生死未卜，未免国之动荡，臣斗胆恳请皇上以固国本，以安民心，早日择储。哎，择储，这择储之事何必这么心急啊？啊，王爷，国本不顾，朝堂难安，小荣王在时自然无碍，可是小荣王此时恐怕已遭不测呀。臣恳请皇上早日择储，以安朝局。那你们说说，有谁合适这储君之位啊？宁王，你说。啊，皇上，这择储人选那是皇上圣心独裁之事，啊，我等只知道忠心辅佐，怎敢僭越呀？乔尚书呢？皇上，微臣以为，国君是民，当如赤子，方得民心。治国之道，大可群策群力，可赤子之心，却是百不得一，最为难寻啊。好，那你们说说，在世子之中，谁最有赤子之心呢？皇上，宁王世子齐茂为人赤诚热血，临难不避，是众多储君备选之中最具备赤子之心之人。乔尚书慧眼识珠，臣一举荐宁王世子齐茂作为皇储人选。臣附议。各位大臣，小荣王还没有找到，怎能断他命丧黄泉？你们怎么这么着急要择储而立？梁安山匪残暴无比，一旦落入他们手中，那是无一生还。难道他们会对一个与他们自己有仇的皇子手下留情吗？依我看，小荣王早就不在人世了。恐怕要让韩大人失望。诸位还真是心急啊，都等不到皇上的嫡亲血脉回京便着急立储吗？还是说诸位大人觉得荣王此次有去无回了。嘴角
受的委屈都不让你知道，不管千里迢迢，只为把你抓牢，无论何时有你的依靠。还记得你曾说的誓言，闪电化作雨点，散落在指尖。